先生呀，可以将过大家好。好。我实在吼，最近足唔爱讲话，因为我讲话吼，拢会讲讲出来话吼，有当时啊，不一定适合人去听，啊，有当时会去歪掉啊，都不好意思啊咧。啊，无我实在是，那三十年前我夹咧，唱都唱来，我放去，起码。唱到唱来，我扮去吼，所以因为理事长已经第二遍讲，啊，可能到第二遍佫无吼，是对理事长歹势，算无礼吼。啊，要讲啥？因为真侪社会经验，拢是大家在做拢比我较好，我就去讲，迄啰，受水公讲过哦，讲米水。哦，米水就是讲咧潜水，讲做水龟仔的工具啦吼。我伫大中港吼，迄阵拄啊做变更啊，啊大中港拄啊咧未进度，是安怎未进度呢？因为日本人来吼，日本的迄落个迄电箱吼，差不多咱这一半斤尔，啊细啊多啊，啊点落啊一多啊。啊！都水来淹淹去啊！啊，沙来淹淹都无去啊！啊，所以咱中央银行吼，伊个电箱吼，差不多像咱这老厝头有二十米高啊。咱即摆大中港吼，差不多有十四米高，哦，十四米高的落差。啊，迄个地基吼，头二十米。一般的这一至三号码头要投二十米深啊，啊，若愈出去愈深，后到五十米遐尼深，直直出去，咱一条直直出去。哎，咱咧大龙港确实是拢硬做起来，迄个电箱吼，伊个海沙坡最好，啊，再甲伊创一个马里布甲锁起来，啊，再拖出浮起来。在山边拉拉浮起来，啊，再拖出，啊，拖出，拖出就我一段甲一段，啊，中留一空，啊，拖愈好，啊，下底涂骹是安怎？才着爱车各管的石头，因为咱大家买石头来拢硬的，啊，沉落哦，伊走，无法度通固定，先车各管的大块石头来。啊，刷目标，啊，再顶，往顶上顶上吼，下底拢藏大石头，藏藏的，啊，无够平，无够平，才车大中间的，按大家伙车的石头来圆的，啊，再铺落，用一几啊萝卜布圆起来，啊，再接，啊，一日接，啊，接落这边就靠船的港口。啊，这边就屯沙就变码头，所以咱大家咱有规张码头就是一至三号码头哦，那是真正是用电箱硬摆起来，硬摆起来，摆看到外海是硬摆起来。啊，另外这边就是用木沙壳吞落，甲屯大家过石头，安尼这边就是海。啊，那五至八号码头吼，伊就是剑桥市。现在剑桥市，咱北方来足头的啊，啊头淹落壳落会走起来，所以伊个就是用像铺桥的。这个码头外吼，即摆咱看到这个码头是平的，啊下底是钉条啊落去，啊下底这空的，伊即摆风本来噗就全走落去啊，啊所以水袂接起来。啊！若无讲哇，啊！即大陆咱风遮透，啊风的沙遮侪，迄沙吼，要去码头，咱即下要去港这码头遐吼，啊！你早时我都爱徛去哦，要上班徛去，下晡时差不多一尺宽的沙，行袂转来，看外迄沙看外侪吼，啊！即摆你甲看，无看到沙，所以。咱若讲人定胜天吼，咱讲
台湾人确实厉害。啊，迄阵，迄日本人来，我哇，啊补了，啊卖药搁补起，啊补了，卖药搁补起，哎，补一，补一粒沉香搁补起，哎，百外万，迄个时阵三四十年前，啊百外万，啊定安补起，卖药搁补起，啊要来用，啊所以叫咱台湾人用。啊！这水龟啊，咱遮有无？拢好食多哦。啊，着去钓，啊，叫拿一百个来。啊，找出来讲，啊，这林国忠哦，住伫迄个林海路七号啦。啊，迄个咱盐岗厝的西岗厝，林海路五十九号啦。伊讲，啊，这林国忠住伫边个？这无，哦，啊，像哪讲像咧建筑比人家言语啦，啊，无我写字，讲起来，我嘛是足好运的啊。做编前吼，咧做水电，啊，转来吼，啊，种个牌嘛摕着，水电牌嘛摕着，啊，两个咧，我拄爱徛咧，按大家分，做到屋里去咧，按两个好好讲，二家变去啦，变去创啥呢？爱考五项，要遐做水龟啊，爱考五项，三项。是有的啦，啊，两项落水的，要安怎考三项？第一考笔试，哦，考你安怎笔试？要考两项，啊，三项落水，啊，水的咱嘛，伫个差不多二十公尺高吼，跳落，伫船顶跳落海底，啊，创一条沙吼。啊，第一白衫的夹哦，把咧手的白衫的夹，啊，照个规定，这是一。第二个哦，爱提蛙镜哦，提手的哦，跳落水底，啊，伫个水底挂下，啊，迄蛙镜内底还无水，伊讲你若有水哦，你会对底下做样子来弄着哦，啊，就煞咯，食汽水就煞咯。所以水龟啊，唔捌人识到来中间吼，头壳要颠倒歪，做帮务的啦，做梯啊，咧急急事啊，是。水龟啊，唔捌识到半个，啊，伊是啊嘛严，大行拢会假。好，较早来讲，要做帮务的，好，大家讲哦，去到遐电哦，啊，做梯机啊，讲我推荐者，就去电。尔水龟啊，袂使。最贵啊，就是爱投资，啊，搁创两块不让钱，等落尾，迄船的尾底二十公尺的落，啊，人则落去，摕八支螺丝落去，啊，锁去找迄两块不让钱，藏啊好，啊锁好，起来，啊，十六分钟，上班，讲无够紧，上紧讲这袂用的。啊，若话卖啊，伤紧吼，你未准啊，卖伤紧，会七块面个，伤紧哦，压力足大。我讲迄水，你唔通看迄海水哦，压力偌大，我讲坐落听。咱普通咧拍板哦，有创一个竹筒啊，还是创一个塑胶筒哦，即款拢塑胶筒。迄个塑胶筒哦，咱若提去涂跤一身人爬去哦，安尼袂满咯。但是你若用手摕咧，啊，摕到四公尺，就满了。啊，你看偌大，压力看偌大，啊，搁二十公尺，你看压力偌大。啊，我所以讲人哦，有够厉害。迄个压力遐尼大，四个压力都吼，你也有法度通生存。迄就是讲，哎，你才有够劲。你唔通讲快讲我，噗，啊，都啊，人搭落就好咯，唔是遐简单啦吼。不过我讲生存，达达不起来，迄就是要有相当的功夫，要一层一层慢慢提到，慢慢提到，啊慢慢提到，啊都要呼吸的好势。你若抽一个无好势吼，啊一嘴水就吐到十条，一嘴水就哦爱在了啦，无通存在吼。所以我讲，咱中国人够厉害。啊，但中间即摆有人很顺利，你若看迄一条线。那若去十间房子，当时在骗来骗去，啊，一条线十起咯，啊，地表有一条就一条，迄规个下底拢是沙埔啊、沙雾啊，迄水安尼拍来拍去，
啊，我拖拉甲固定甲一条线，即几间三十几年哦，你开始看，迄个面头都足好，来去看。迄所有，按恁个毛红骨头，迄种嘛是海底嘞。迄即久迄面头，迄种海做起来嘞，迄无一块土是有一块土块安尼起来，迄拢是规个规片。咱去看迄所有咧停车啦，咧啥迄，安尼毛红骨头，规个拢是海底。你捂起来就对了，但中间实在是确实用难民做起来。迄根本都无可能诶！迄美国诶，日本人讲创诶，林森讲一家，啊都不接都刷来砍诶，啊硬来两个都变去咯，就是无法度。所以啊，卖讲伤侪，讲到这，以后第二节再讲。感谢林志平。林国忠无简单诶，伊安尼大中讲。伊去踮呾出卡手有着，伊讲即个伊做兵做过最贵个兵，啊有法度在用最兵个当中训练即个功夫转来，啊拄在咱个台中港运用，甲台中港迄个电箱，伊讲唱最贵啊，唱最美落去个起电箱，就是讲电箱空空，空鼓励空好。有一空甲塌咧，啊，水龟啊落去底啊，甲排好进以外，啊，迄个空啊，甲开开，啊，水就入去，是毋是安尼？水有入去，啊，就会自在，啊，就迄下电箱跩水龟啊落去甲隔隔好在，紧好在，排好在，即讲起来，你高中你对大中间讲也无用容易哦。莫怪你即摆安尼遐大好，高强甲大汉，所以即就是讲伊的即个经验谈报告予咱知影，即实在无简单。我即摆要请咱局长来讲，遐尼久无听到伊一个发言，吼，局长啊，拜托你。